为了扩增艺文欣赏人口，并与现代都市接轨，新竹美术馆重新定位，2016首档主题展强棒出击，特别规划三大主题展。第一档展览收藏之间当代精选艺术展，呈现世代环境背景不同所产生的相异艺术语汇，并借由知名艺术家作品探寻藏家之视角，